2.59美金，将近台币180块。各位贵宾，我们即将降落，请确实系好你的安全带。现在来到关岛了。Hello， 我们现在正在关岛，现在是下午的3:30左右。我们后面那个是我们的饭店，这是我们大概住2个晚上的饭店，在沙滩上。沙滩、阳光，然后海边。宝拉租了一台，哪一台？哦，宝拉租了一台马自达3。然后发现了一个新的玩意儿。这里面呢，好像有一个自动化的滚球，滚球机制。我们现在在 Macy 里面呢，现在这到处都在打折。再来逛大卖场，刚刚我们吃的是 Panda， 然后呢，这个卖场也有卖辣辣的饼干，这个饼干6.59美金，将近台币180块，再是1.15或1.49，也不便宜。饼干区，这个有，我们在那个8.49，也差不多跟韩国一样的价钱。这里很多，哦，你看这个 ice cream 这么大盒，哦，简直是 ice cream 的天堂。亨格达斯也有，恐怖吧？哦，当然有他们那个关岛专门的啤酒，在这里，啤酒。这里来到一个 fish eye， 这里要入门票，然后就大概走过去可以看海景吧。对啊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关岛的所谓的天然游泳池，刚好有一个馆，然后呢有很多人在这里游泳。这是靠海的一个餐厅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是海。这里呢，就是要入住，就是要吃超美的。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吃了什么，好吧？16只大鸡，16只大鸡，是宝宝叫的16只大鸡，然后一个，我也点了一个葡萄柚汁，啊 ，apple 汁跟咖啡，冰咖啡。这是几块鸡？20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饭店了，现在是夕阳的时间，大概下午5点多了。夕阳时间，海滩上水里还是有人在浮潜，那边还有一些独木舟。他们说要去走沙滩，走，我们去走沙滩。这个椅子都可以随便拿，不用钱。在夏威夷是椅子都要钱的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冲脚的地方，很方便。喂，下水下水。走沙滩时间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下午5点多吧。我们刚环了南边的一圈吧，北边还没有环。那环了一天，觉得还蛮累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走沙滩。走沙滩的好处是看看人，看看风景。然后今天是我们即将迈入第二个晚上，所以要走走沙滩。早上我们有在这里浮潜过，你们可以看，很精彩，很多的小鱼，有很多的大鱼，而且还有彩色都有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正在走沙滩。好，前面有2个人正在走沙滩，跟我们一样。
票两张你给他，哎，票票给我拍一下。这是票票。OK，Thank you。票票比较有意思。好。哎，我都是准备点这个。这热真是有意思啊。哦，好。我跟子豪在关岛，被爸爸留在关岛，爸爸已经先回台湾了。1:43，太阳已经出来快一半了。这个我把它打开，就我们阳台，阳台有海景。对，现在阳台这边的7点而已。子豪说6:30有早餐。下去看看早餐长怎么样，这个长廊很长，我们太远了。现在太早了，我们现在是吃早餐，然后再去房间做吃早餐，带大家绕一绕早餐长怎样好了。有沙拉区，然后呢，酱，有什么酱？哎，大面包，吐司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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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，多委屈，这个大补，那时候，有水果，就是哎，这有豆腐，切丝片，火腿，腌制品，在韩国哎还有泡菜，有韩国之类的吧，酱瓜，然后呢，哎这日式的，哎连那个、日本那个什么纳豆都有，都有，好厉害。其实可味，因为我把它换成起司口味啊。